用一文字会码与 SDGs。 大家都曾经抱有梦想，或是心中怀有一些愿望吧。若有同学还没有想到的话也没关系，现在开始慢慢思考也不迟哦。梦想，日文念作 夢。愿望，日文念作 願い事。话说回来，桃太郎，你的梦想是什么呀？我想成为老师。私は先生になりたいです。いいですね。这个梦想很棒耶，而且还可以跟 SDGs 做连接呢。SDGs 是联合国所提出为了让世界更美好的永续发展目标，总共有这17项。桃太郎，你觉得想成为老师和哪一项有关呢？我觉得和第四项优质教育有关。哦，为什么你觉得和第四项有关呢？如果我当老师的话，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可以快快乐乐地来上学，接受优质的教育。那这样我觉得和第三项良好健康与福祉也有关耶，因为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快快乐乐地来学校学习。素晴らしいですね，说得很好呢。事实上，这17项目标彼此间都有关联，所以答案不见得只有一个，可以发挥想象力跟大家说看看你的想法吧。而且如果每个人的小小梦想都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努力实践的话，那么让世界更美好的 SDGs 17项目标的达成就离我们更近咯。在日本，人们会将梦想或心愿写在会码上，请求神明保佑。所以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些代表梦想的一个汉字，祈愿内容和 SDGs 的哪些项目有关吧。想想看，考えてみよう。这是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谢代表为鼓励台湾学子参加世界梦一文字书法大赛，促进台日交流所提的字。今年新型コロナ禍で人々を不安にさせました。こういう不安な環境にどんな困難に遭遇しても心を安らかな状態に保ちながら世界中の人々が安心安全安泰な毎日に過ごせることで安という字を選びました。台北中日経済文化代表所谢长廷。我们将这个祈愿内容改成容易学习的简单版，就会变成安。コロナウイルスが一日でも早く収束し、安心安全安泰に過ごせますように。炭鉱大学田中淳。安，希望疫情可以早日结束，能够安心安全安泰地过生活。淡江大学田中润。想想看，这个会码上的祈愿内容可以与哪一项目标连接呢？桃太郎，你觉得呢？我觉得跟第三项良好健康与福祉有关。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戴口罩，勤洗手，少去人多的地方，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没错，让我们携手度过难关吧。这是日本国东市三和市长所提的字。去。大分空港は宇宙空港になります。一日も早く
人類の夢を乗せたロケットが飛び立てますように。国崎市長、美川昭文。宙，大分机场会成为宇宙机场，希望能够尽早成功发射承载着人类梦想的火箭。国东市市长三和明史。桃太郎，你觉得这个祈愿内容可以与哪一项目标连结呢？我觉得跟第九项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有关。宇宙机场也太酷了吧，这是全新的产业，有机会我也想看看外太空长什么样子。很有想法哦。老师觉得跟第八项尊严就业与经济发展也有关呢，因为若是宇宙机场完成后，就可以增加就业机会，造福更多人。这是日本国东市加藤教育长所提的字。進む。現在の危機を世界中のみんなで心を合わせて乗り越えて前進あるのみ。国崎市教育長加藤正和。進。为了度过现在的危机，世界上的伙伴们一起同心协力，携手向前跨越难关吧。国东市教育长加藤正和。那这个祈愿内容你觉得可以与哪一项目标连结呢？我觉得可以跟第十七项伙伴关系结合。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如果能够和伙伴们合作，就能事半功倍。没错呢，同心协力非常的重要。老师觉得为了度过现在的危机，与第三项良好健康与福祉也有关呢，因为要有健康的身心才能继续向前迈进。这是日本国东市国东半岛爱创生联盟木顾问所提的字。オン。世界中の人や物に対して報恩感謝の心を持ってみんな楽しく生きましょう。国東半島アイルネサンス連盟顧問牧康正。恩，对世界所有的人事物怀抱着感恩奉献的心，让我们一起快乐的过每一天吧。国东半岛爱创生联盟顾问木太正。你觉得这个祈愿内容可以与哪一项目标连结呢？我觉得这也是第十七项伙伴关系吧。如果梦想要成真，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都需要彼此的帮忙，互相感恩。这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平岩老师所提的字。楽。家族、友人との楽しい時が訪れますように。日本台湾交流協会台北事務所平岩恵子。乐，希望和家人、朋友共享欢乐的时光能够尽早来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平岩贵子。桃太郎，那这个祈愿内容你觉得可以与哪一项目标连结呢？我觉得跟第八项尊严就业与经济发展连结。如果爸爸每天都能准时下班，假日不用加班，可以陪我们的话，就能共享欢乐的时光。说得对，老师觉得与第一项消除贫穷也有关呢，因为有的人是为了养家糊口，日以继夜努力工作，所以如果能够消弭贫穷的话，就有更多时间
可以陪伴家人或朋友了。同学们，也来自己动动脑想想看，以下这些梦译文字绘马的祈愿内容，可以与哪几项 SDGs 连结呢？爱，新北教育，1、2、3，爱を永続させましょう。愛の約束を守り、持続可能な健康と環境を維持し、国際競争力を高めましょ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張明文。愛、新北教育123、让爱永续，爱的承诺，永续健康环境，强化国际竞争力。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长张明文。和、病気のない、貧困のない、戦争のない世界でありますように。国崎市長三河明文。和、愿世界没有病痛、没有贫穷、没有战争。国东市市长三和明史。劉、今後も積極的に社会的包摂を心がけ、安全で強靭かつ持続可能な街を続けていけますように。新北市聖徳中学校校長林烏龍。龍、祈願促使城市与人类居住具包容、安全、韧性及永续性。新北市正德国中校长林烏龍。県、世界中が健康でありますように。日本台湾交流協会浅田雅子。健、愿世界上所有的人们健健康康。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浅田雅子。と、男は度胸、女は愛嬌というステレオタイプをなくしましょう。こう、文さん。等、希望能消除性别刻板印象。江问山。嘿、hey、世界中の誰もが尊重される世の中になれますように。炭鉱大学丸山海舟。平、愿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够被尊重。淡江大学丸山海舟。優、自然とのつながりを大切に、地球環境にも優しくできる社会になりますように。炭鉱大学大杉奈美香。優、我希望能创造一个珍惜大自然、有爱地球环境的社会。淡江大学大山奈四下。让我们继续想一想梦想和 SDGs 的关联。知道梦想和 SDGs 的关联后，就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手牵手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吧。みんなで SDGs。